配上米饭。鱼子，但是你这样在二愣子，你们要不喜欢可以无视，当它不存在，那是背景墙。估计。蒸下汤，拌大米饭，特别好吃。还在熏呢，就想这不是那个油豆腐都没有吗？炒鸡蛋？不不不，杭州特色肉丝炒蛋。胡辣汤，这个是杭州特色。这个可能跑的稍微有那么一点远啊。鸭货也是杭州特色，这个不知名的小品牌。不过这个挺好吃的。对对，你尝这个。这啥呀？泡梨，泡完之后你来口汤，绝对是。长得跟子弹似的。这什么？这是油馍头，也可以叫小油条。你看不会吃吧？咬一半，哎，对，蘸着吃。来个特色炒面，在杭州的啊。为啥叫杭州特色？因为是在杭州做的。炒方便面，香香啊！好吃，真好吃。就是说我今天给你安排的这一顿，还行吧？这小环境你看，是吧？这小桌菜，啥都有。这好吃。这你们没有吧？这个蘸着胡辣汤挺好吃。哎，这么快你就学会了？好吃。我这个特色好不好？还有特色，老干妈炒饭。哪个特色？老干妈的特色。适合一口一个，这个我认识，新产的小圈圈。
爆汁。睁眼睛里，你尝尝。咋的了？警察呢？哪儿啊？